那儿喝杯茶。啾啾桥，三啾啾菜，要四啾啾熬。这七代堂主就是胡桃我了。不过瞧你的模样，容光焕发，身体健康。想必是为了工作以外的事来找我，对吧？不如去我那儿喝杯茶。一个客户，两个客户，三个客户。太阳出来我晒太阳，月亮出来我晒月亮喽。哎呀，麻烦了。打雷啦，起身啦。哇，是雪。真舒服。帽子都要吹飞了。早起身体好，晚睡人会飘。哟，中午好呀，吃了吗？嘿嘿，月亮出来喽，咱也出门吧。困了吗？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一个人四处转转。胡桃的胡是胡吃海喝的胡。胡桃的桃却不是淘气的桃。不好笑吗？变个戏法给你看，瞧好了。胡，然后呼，虎蝴蝶飞啦。你到处旅行一定见多识广，有空也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。白天你尽管到处跑，晚上可得小心点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务必谨慎行动。需要帮什么？需要帮什么？我来啦！若你需要帮助，胡桃我定当全力以赴，绝不推辞。战斗是件麻烦事儿，对我来说，它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用手段来达到目的，用战斗来维护不愿让步的东西。就这方面而言，我和你是一样的。神之眼，神之眼。这东西随缘就好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们往生堂性质特殊，肩负着双倍责任，所以一定要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才行。有些花草只长在阴气重、月光多的地方，你见过吗？没有，那下次带你见识见识。